把言宵拐出来。真的。不是啊，你们找我就出来啊。没有哦。你屁嘞！走啊，吃饭。我昨天才出门呢、欸。他会说他不想跟臭臭出。我靠！等一下，我发现一个问题。DC 的声音好像爆炸了。没有，就是我今天在调音量。嗯。好，讲话。喂。好，这样可以。刚好像那个谁 ，Tina 平时讲话一点点的声音，我看到 DC 爆到红色，吓死我。对你刚刚的干声也爆麦了，怎样？这一天爆好了吧？我就说这个很奇怪啊，我听到会跟你们听到不一样啊，很难拿捏捏。来玩个抽奖机。啊，对，我看没事，今天不用玩。为什么？嗯？从为什么？为什么不用玩？那今天是王凯玉啊。你不是说每个天都要玩，还是每个礼拜要玩？不是不是不是，之前活动是每天都要抽，现在是每个礼拜抽。哦，是啊，那我要留着。嗯。你不用留啊。我现在是懒得抽啊，你要抽也是可以抽啊。可是感觉对我来说没有什么用。因为我也看不懂。来看我有什么任务。对，我应该先去吃饭。你为什么会缺黑轰啊？因为我还没打过啊。哦。然后我记得他好像有我要的装。哦，衣服吗？好像是吧，我看看。爆吹金火，大家晚上好。吴阳安，张三安，张乔子安安，叶安安，潘诗允安安，金安安，谢森良安安，努努安安，匡宇安安，黄奕璇安安，楚佩玉安安，小玉安安，我是不是也该打个安安？来啊！我是怕现在是声音你们比我大声了。讲话，讲话，讲话，会吗？你们会觉得其他人声音大声吗？会的话，继续拉小。好像有点太大声。讲话，话，干，就太小声，是你太小声吗？其他人呢？喂。喂，好，应该这样可以了。我觉得好像一样会爆麦，对不对？那干妈干的那个 ，HTT 走啊，陪我们家妹子打黑红啊。OK 啊，等我一下，我在打。你在打？我缺双翼的素材来打一下。吼。就我没有他们好友，我进不去你们。嗯，你有上线吗？我在你这里啊。你到这边啊？哎，那我等一下。来，言笑进我这里。好。你叫默默。好啦好啦，我尽量记。你要多来，我才会记住啊。因为看你 ID 很陌生哎、欸。潘思雨。
我可能会叫错个三次吧，你要提醒我。你可能下次就叫你本名，你就继续打繁星。我不是说我叫默默吗？这样之类的，叫错个三四次，我就会记住了。他迟早会记得的。对，迟早的问题。像这个叫小黑肉的，改叫 Tina 我也很是。哎、欸，等一下哦。你看这个秀秀改叫臭臭也不承认。我什么时候有改名？我从头到尾都是这一个，就你们一直改。臭臭啊！臭臭啊！觉得臭臭不错听啊？哪里不错听？不错啊，那我也觉得小黑肉不错。我要把你踢掉。No， 我错了，对不起。好，还记得我今天说的吗？对不起，我迟早有一天会不在我的群。对不起，我错了。哎呀，他讲讲的啦，没有一次做过，来做一次给我看。什么？他明明很常做这种事情。我没看过啊，我没看过，真的不知道啊。他真的没看过啊。好，我每次都进不去他们的语音。活该啊！我要来蹭。啊，他快死了。繁星能叫我 SL？ 哎、欸，你看你才五分钟就快死了，你是神哦，大佬，带我飞。他怎么烂？带我飞，会飞的魔物对我来说都是很强的啊。等一下，我是不是要戴耳塞啊？要。然后我是狼人杀的作者群之一，哎，狼人杀那个改一下啦，还是有点不平衡啊。我总是都没热饮啊，好了，进来了。更换道具。夏雨辰有在改了啊，是很好玩，只是。那个报名是狼人杀，还是觉得对狼人方太猛了？怎么讲嘞？嗯，我记得那时候有个想法啊。女巫撒毒这个部分可不可以就是也是改用那个不一定要用丢的，就是一样，就是你荧幕上面可以选说要救谁或杀谁就好了，不然女巫丢不准又浪费瓶毒药，我就觉得哇，也太想哭了吧。我们就是要杀你但杀不到。你不要讲。你只是想讲昨天那个。昨天什么？昨天我们在玩那个，哎，听起来是纯女巫。然后嘞，然后杀自己，他原本要丢别人，想要把他一起拖下水一起，结果他丢到自己。终于有人票我，然后我想说，那我要拖一个人下去，就要把自己杀了。对。真死的，可是那个人也死了，因为是 CP。哦。对啊，不然我那时候开场直接往一群人丢，我们就是一次杀了很多人，这样也很爽，没错啦。女巫撒毒，直接杀死五个人，好爽。我没有你说的那个定时呢，因为我不在你的你不在我集会所啊。我现在在里面啊。你在我这吗？
啊？没有什么定时。你说的那个探索的那个生物博士呢？对啊，在居酒定时那边呢。所以你如果要改成辩论室那种吗？嗯，我不知道，因为所谓的狼人杀的女巫，就是要真的有办法可以带一个人走。可是丢毒品这个东西真的是有点恐怖，你要嘛一次丢到两个人，要嘛什么都没丢到啊。不知道啦，因为如果按照狼人杀的方式是这样啊，可是就是如果按照我们在玩的这种，这样也是可以啦。对啊，女巫就很尴尬，像猎人也是啊。猎人应该是要白天可以选一个带走啊，结果我们是要在晚上决定要带谁走，就觉得也不是不行，就是觉得这样又觉得很奇怪。对啊，有时候都已经当报名了，有没有？女巫乱撒毒应该也是可以的事情啊。可是觉得乱杀，然后又被骂，你就觉得哇，要怎么玩呢、啊？所以有时候我反而报名是狼人杀，喜欢当平民。Domo，你是还没遇过黑轰龙是不是？对啊。好，目标。监视黑轰龙，怎么听起来很凶？哎、欸，有了。那、啊、等一下我去开台，我去挖矿的时候，咻咻就交给你们了。他虽然很臭，但很听话。我怎么不觉得？我觉得后面就够人，但是前面那个不用，谢谢啊。你说他虽然很臭，不是，哎、欸，你的观众到时候听到我的声音都直接喊这个，好臭哦，有味道、啊。傻眼。等一下，我在删任务，好多垃圾哦。猛牛龙，爱我呀，可以啊。嗯，对不起。你知道现在你妈靠腰，他们都听得到了吗？已经不是以前的了哦、喔。这么大声，对不起。我看都已经到红色、黄色的了啊。太大声了吧？我没有，我现在听都很正常啊。比起以往 ，OK。好，哎、欸啊，我看到那个了，蓝色的，你说的那，我忘记你说他叫什么，道标壁虎是不是？哎、欸，对，你机关枪哦，啊，对，一号营地吧。好了，我接了。好、哦。在吃东西啊。谁？你没有啊？没有啊。好。我才刚吃完昨天的卤味呢。水跟便。茶叶。昨天的卤味。对啊。超生了。没有超生啦。秀生了。因为我昨天出门太累，回家吃到一半我就去睡觉了。吃到一半太累是什么的？你看我们吐蕃的素质，跟江江有没有很像？你现在用餐券？怎样啦？我都吃下去了。你是，哎。
算了。我很久没打了，而且我是单人玩家那种的。那等一下就是我们进去，然后你用断线大法自己离开，我跟你一起踢踢打，这样吗？可能。你有打过黑轰吗？还没，我知道他很会叫而已。他不止很会叫，叫的你很痛哎。会扣血。会啊。他还会大概270度的吼叫啊。这个我就不知道了。捷运安安。我不休息吗？我刚刚休息了，但是我没有睡觉，我怕我睡了真的醒不来。不然就是天黑闭眼的时候，大家的画面都是黑的，这样子就不会看到有谁突然停下来动作，然后就说：“好，我看到谁谁谁停下来了。”哎呦！快跑啊！我被丢到他面前。快跑！你有烟雾弹？不是烟雾弹，你有没有？干，看来是没有。有。但是不会讲话的哦。有，我讲话。你先丢了才讲。你问我有没有，我就丢下去了。这个人。我这个是手快于脑。什么手快于脑啊？就是我快于口，嗯。好了。我们去找 HTT 了。你在那边挖？你挖到几个？三个。我每次挖两个哎、欸。你太嫩了。靠药。人品问题。干，那我不吹了。我吹着那么辛苦，换来都只有血迹。血迹才有灵脉玉啊。这并不需要啊，我要大灵脉玉啊。还敢不穿那一冲？还不打死你！好过分哦！妈的，帮你吹，你还嫌我过分？你打我啊！欠打！走吧。不给摸就是。好的。哎呦呦！哎呦呦！还有！哎呦呦！你惹到他哦！哇，他们聊天聊的不是一样、啊。哎，你这么棒、哦，好吧，挖东西，挖东西。旁边这还有一只哦。有哦。妈呀！哎呀！呀，真棒！还没。我以为他那破碎是结束。哇！哇！好，换下一个。Round two。他无双哎、欸，还能打两只哎、欸。我是最老的学长。干什么？啊，受不了了！还不音量太大声，我调小声。我是受不了这个选项。好了。
欸，上车有点恐惧耶。睡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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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下睡了。啊，好好好好，回来，从此回来。啊，密室逃，烤羊。我操！忘记我穿了浮空衣。嘿嘿，砸了！等等，我 can't do。好，等一下，不要好。可以。哪只手嘞？